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娱乐志华。哇，你可以在周末场合用那么大的声音说出来，没有人，旁边不是小孩吗？还有小孩，他都被你吓跑了，他隔着自己贼远。说重点，今天来干嘛？夹娃娃，腰间盘出硬币的金光。上次夹娃娃夹的我真的是呕心沥血了，成果其实蛮多的。我们上次把26台机子里面夹出来了26个娃娃，一共花了400多块钱，平均每个娃娃是18块。那今天是要干嘛？今天我们来夹手办。这个场地呢有20几台大的那种手办机，我们看今天把它全部夹出来要花多少钱。这个很难估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夹到过手办，小伙伴可以猜一下。一个手办我们算它100-200块钱的成本，夹一次接近10块钱，一个至少夹20次吧，那可能要花1500块。我觉得要花2000到3000。我不是买单啊，还是一样，今天夹出来手办全部送给大家。送给我？送给大家。我就是大家，我替大家。先从最近的这个大家都懂的咒术回战，我先尝试一下好吧。把卡放上去，放上去，买2次，买3次。好的，来，一人3次，好不好？就开始动了啊！看这个，只按一次，只按住，然后放开就完事了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怎么夹得起来啊？高材生，你想一想，这种情况没有任何办法，就花钱怼。辛苦了，下次再。会不会就是要靠一些别的玩法呢？先动远一点，往张开的同时，刚好钩就插在这个侧面。45个币没了，被自己穷笑了。我们真的要深思熟虑啊，这个就没有试错的机会啊。这个怎么说？要不先换一个？先正中间的感受一下，能不能夹起来呢？我觉得肯定不是夹的，它下面有那么多球，肯定就是让它滚过去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夹个300块、400块，它就出了啊？有没有可能？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好不好？再试一次吧，这个夹都夹不动啊，滑的郭宇啊！我觉得我们现在上网搜一下攻略，就是关于夹这种手办的。不过现在已经将近100个币出去了。看了一下网上的攻略啊，他们是把这夹子打开之后，扣出一个板，然后把手办推过来，就有一个受力点，但这个没板。通过你夹这个盒子的这个角落部分，能让这个受力啊把这个盒子给活动。稍微你看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。哦，哇，哇，动了，哇，哦，天才！这里下来，然后戳到这里，它右边戳它的左边，可以，你试一下。你看，又给我夺回去了。其实要花一些时间来学习的这个东西。那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？哎，这个地方它没有工作人员。好像是哦，这里没有人可以救我的。我子上头了，我子。要不要换一个？一雪前耻，看到这里了，熟不熟悉？ Yeah. 我觉得这个就一局就可以了，感觉这好有机会。算了，还是去夹手办吧，去夹手办，夹手办，夹手办。红色的这个圈卡在这个铁柱子上了，勾动了，这个东西应该掉下来了吧？你先来一次，你看看它什么情况，好吧？哎，哎，空间的绝对掌控，这个是能看到希望的。这感觉就多来几次，就慢慢挪嘛。古希腊掌控空间的神，哦，哇，这有了吧？耶耶，怎么感觉它没有怎么动呢？你有感觉到吗？看一下你的空间掌控能力怎么样？你毕竟是学建筑的。第二次花的，没有啊，我就一条命吊死在这了，我必须把它弄上来。快点，再来几次。我觉得夹手办啊，真的不是运气了，必须要有一点实力在，没有实力真的夹不起来这玩意儿。地狱难度，哥们，一个球都没有，你的动都不动一下。就是我们现在夹了大概有4-5种机子了，到现在就是能看到希望的只有那一个边边上把它勾下来的，其他都是连希望都看不到，太难了。完了，王汉子今天空手了，今天什么都没有。像别的项目哦，这个简单，
还记得上次那个奥特曼吗？合作合作，我们两个合齐心协力把这个铁柱子放到那个孔里就可以了。OK， 你先往上移，你来了啊，过了，过头了，完了，你来，过头了。这个有机会，我觉得。再来，准。你多了，你也多了，我没多。你看，有机会一次性 get， 这叫技巧型的。I got broads in Atlanta, just a dolly in the family. Pretty cards in the scammers, hitting the licks in the family. Legacy, family. 有了吗？有了，有了吗？有了。Going out like I'm a town. 我操！好啊！我要哭了。第二个拿走。因为什么呢？别的我们可能今天真弄不出来了，一定要在自己擅长的项目上面猛猛的发挥。把那机子给他清空。可以的，相信我们。还有三个，要不要换一个？换一个吧。这个真的是纯运气了，这个里面有三个骰子，用爪子去夹这个骰子摇，如果说摇到三个一就能获得手办，试一下。三个一啊，这什么概率啊，巨低的概率，万一你就是天选之人呢。哎，这个爪子终于能用了。哎呦，拿杨秀在玩，我跟你说，两个五也啥都没有啊。What the fuck? 什么情况 ？Oh my god！ 什么情况？等一下，三个一啊！这什么概率啊？巨低的概率！万一你就是天选之人呢？万一你就是天选之人呢？万一你就是天选之人呢？那个摇得多吗？应该？很少，第一个中的。你们有摇过这种玩骰子的吗？有摇中的话可以分享一下，很夸张，我第一次见。我也第一次见，我人都傻了，三个一出来，太夸张了。你哥在拿杨秀抓，别，我不想抓到这个，我不想抓到，太夸张了这个。朋友们，这就是里面所有看到的机子的玩法。目前体验下来，其实就是这个对孔的是最好抓，对孔的最好抓。这个运气的没有参考的价值。继续回来死磕。哎，好，他这爪子没力啊，像现在突然有电一样的。你要的这个，不用这个，不要这边的是吧？抓鱼啊，好吧。这感觉要更掉下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分析一下这个机子啊，它这个越重，它对上面的摩擦力越大，它越难抓。这杆子是往上翘的，它不是平的。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？能不能来一个？来一个？能不能来一个？用力，用力啊 ！Goodbye。这个其实还没有正式的试过，就是用这个钩爪把它放到这个孔里面，左勾一下，右勾一下，把它勾出来，这种也是一种实力的表现。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尝试一下。我进去了。他进去了，动吗？啊！还天命！我其实已经很准了，你看，哇塞，又进去了！只要他动，我必定能把这个东西搞出来。哇，他好准，他现在每次都能动。哇，有戏这个游戏！哇，他这个整个动了一下。好，现在是王哥的第268次尝试啊！你在干嘛？败家。六局来，等我再出钱。可惜。奇效。570块钱夹了这两个，你实图一下，看这两个能卖多少钱？100块，108。这个108是我们那个一下子戳出来的。哦，这个是三个一换。讲道理，三个一应该会贵一点，真的。我他有三个亿的运气，换一个95块钱的东西啊！把这个弄出来，左右必须给它搞出来，再充500，再充5啊，再充5。像我们今天目标弄出5个，就不全部弄出来了。
弹来了，开枪。我其实这个的命中率还蛮高的，但是也至少夹了十次以上才融了一点点，十次就是50块钱，我们100块直接夹出来就算了。只要是80%的命中率，夹出来应该是赚。对的，来找来这个郭公子。消费了1000多块，1000块钱。这个时候弹幕肯定说，不如把这个钱直接买成这个手办送给大家得了。不行，必须要夹出来，这是尊严。一点点的挪动，锅椅让我戳它的边边，已经极限了。有了，屁都没动。你要不要让旁边小朋友试一次？小朋友，你来吗？你用我们的币，出来送给你。你会玩这个不？好，他会的。很难的，很难的呢，小朋友。练就脱衣服了，展现实力了，开始。真男人就是要在情况遇到不对的时候赶快撤退。哎，你自己想啊，你已经被套牢了，我已经被套进去了。我觉得是抠那个片片，他找人下去之后啊，他立马就上了，他没有那个抠的动作。哇，是你闹的，试一下吧，抠一下片片。所以说我今天运气还可以啊，走，换一个，这个不太适合我们，这个已经露出来了。好的，呀，够不到的，快跑！就是用这个钩子，不能还是杆子就可以了。这也碰不到，看人的，快跑！最后还是决定把这个弄下来。别眼睛发散了，来了来了来了啊！灵魂回来了，灵魂回来了，好，有了，哇！我转出来，对，把它转出来，它不是左右的，再碰一下就出来了，转回去了。刚才它掉出来的时候，甚至都没有投。对，都没有投币，就是它那个地方在牛顿重力在发生变化。懂了，就是这样子买的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可能买最里面？其实感觉这个又能拿出来了，又升一下，双锤的翻啊！有了，队友了！哇！我们这次是很快的，我们这次签个币弄出来3个了，对，再弄出一个就无敌了。这条机制怎么说？纯实力，八掌一上来推这个手办，你只要能推到就中了。来试一下，今天别让我试了，我已经夹出来好多个了。我来，你来，我来。这个卡里面现在还有300多个币，郭宇，看你能推几个。好了，前100个币我算你学习的，哦，就226个币了。你想要哪个？我想要这个奥特曼。感觉这个只要你能推中就能拿出来。好啊，这么一抖一抖啊，奥特曼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它往右有缓冲，往上还是急停啊、哦、这样的话会让你两个感觉不一样，所以特别难。好难，这个看你这了啊。哇，好难，这个你来，你试一下，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样。啊、你来来，你来，我就要这个奥特曼。他一抖一抖的，哎，它是斜的耶，你发现没有？我这个下面是歪的，但是上去就到奥特曼正中间了。啊啊！你拼命看这个视角啊，是不是到超了很多了？对对对，看我上，再往上，再往上。还有误差啊！往左上方上去的奥特曼，好，奥特曼，奥特曼，好，你有感觉了，奥特曼，就差一点，就多了那么一丢，没那么简单，真够巴的难啊！你一定要有一些多的冗余啊！没有，我差一点，哪里多了？完了，这出去有点多了，牛。那我也必须推一个出来，有点天分的。
我有点天分，你有点天分，我感觉我搞这个搞不出来。总结规律并且实现它，加油郭宇。汉子郎，你等着，你这个有点太正了，郭宇，你的左边会多出来的。给大家解释一下原理啊，就算你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，但是它上去也会变成这样，上面多了，这个掌握好，其实一个里面所有都可以推出来，下面的多了，左边多了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在很认真，现在还有37个币，多了，有了。1140块钱，加了7个，平均一个花了162，我觉得很强了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前1000个币主要是在交学费，是的。后面1000个币其实抓出来了5个，对，平均200个币一个，对，也其实就是100块钱。对，抓了一个，大家应该从我们这期学到了不少经验。是的，有些机子好抓，有些机子我建议是千万别要去尝试。而且我觉得抓娃娃这个东西，它就是一个有熟能生巧的。对，你看我们前面抓那么点，前面1000个就抓2个，后面1000个抓了5个，这些7个全部都送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全部送给大家，这都是附加值。对的，也给大家测试一下这种娃娃机听的这种手办模型到底好不好抓，你们可以评估一下。而且这一次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帮助。没有一个店员，没有小白哥。哎，不过真的，我抓3个1的时候，我汗毛都竖起来了，有点夸张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真的。马上过年了，希望郭宇过个好年。OK， 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，记得一键3连，多多关注一下啊！如果这期视频点赞有20万的话，下期视频我们再去抓个更狠的。还有什么更狠的？我都不知道，找啊，去抓更牛逼的东西，也送给大家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4个1的，你要不要挑战一下？4个1，旁边的就是手办更大，4个1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这再摇到我不敢摇了，再摇我怕出门到时候有危险，好吧，好，这就可以了。这个有2个1。